清早鸡蛋无限供应，我们在健身最近。不要加闷。我在健身。不要加你，我的意思是。我每天练。我六月份跟你较量一下。坚持不过三秒。啊，没有蛋白吗？蛋白。这是汤圆儿哦，你整活呢？他在那儿，健身就要赶紧补充蛋白质。我的肌肉维度大一圈，是我的目标。你一天碳水吃太少了。我不吃碳水。增肌的原理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增肌的原理在于碳水，不在于蛋白质，明白吗？小样根本不会健身。那你教一教我啊。你得吃碳水，真事儿。你看过我增肌刷脂的照片吗？咋咋？哦，那，李根源，你放，有虫，你要战胜自己。迅雷不知掩耳盗铃之响叮当之势，把它弄掉。给我贴一下。这是啥？润湿剂。先得润湿，拿这个。不润。不是，它这个是人家是这个这么用的。是这样的，就是如果你不润的话，撕下来会有点疼。哦。你这是咋弄？这个先喝了，然后再贴。先喝这个。对，先喝这个。这话为啥要先喝这个呀？这话能聊能接下去？不是，因为我在胡说八道吧，因为知道吗？哎呀呀！啊，我懂了，他就是这样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太多，要不然你难受这个。天。再上面一点，可以就这儿吧。受不了了，这两天太难受了。哎呦，红包啊！哎呀，这大哥大爪子就把我烧穿了！啊，李红包，李红包，你哎呦我哎呀！给你两件衣服呗，只在付款。行。他是大红包了。小宝，我要进房间，不要！哎，上床了！Oh my god！ 咋了？出来！红包咋了？进房间了。红包，快进屋里！别整他！红包，快进去！快进去！没有！你别整他！他真跳我床上！哎，红包。穿红包，红包来，红包、嗯、来，哥，你玩呢？天天呢，我天天。等等听，先给你看词儿。先听再看词儿了吧？不能一边听一边看词儿吧？可以没有人声也行。这
这个小小的世界，屋檐下相遇，伴随着成长流去，陪着我慢慢的奔跑，悄然的成长，就让快乐一直。主要是后面啊，这个后面我身边突然静下来了。就拿音箱放就好了。目前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嗯，好听。我还没写完呢。好听，尤其后面那个特别好听。哎，我一开始你跟我说那个歌的时候，我以为它会是一个，就是从他很痛苦的时候，然后、啊、对，我也这么想，然后变成了相遇之后的样子、嗯。因为我直接进来的时候，我就把先坐的后面这个最情绪最高的地方、嗯，然后前面我打算是一层一层剪下去，嗯，按编曲的思路。那词呢？词也是对，因为前面只是一个小动机，然后写到后面。嗯，敦哥可以帮到你。嗯，我再完整，可以问问他。我觉得这辈子我还是不碰音乐。好牛啊！我中我的地吧，我还是打消了想法。我本来想试试，就是我是否有写词，我是否有写词的天赋。我现在知道我没有。在这个小小的世界，屋檐下相遇，伴随着生长流去，在这个小大的对面，热烈的气氛，就让快乐。